十二年来，一直到此时此刻，我们都完全不知心，没有拿过一毛钱。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请专业会计人士处理，固定将账目表明细张贴在我们的会堂里。就觉得像所谓的霸凌啊，或者是家暴啊，其实有很多人是帮凶。你知道你的朋友或你的教友正在遭受这样的暴力，你有什么权利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，然后先以所谓你认为的狭义的教义来规范别人？已经有人在叫救命了，已经有人在说请帮助我了，看不到吗？看不见吗？在1月3号的时候，已经谈了离婚的协议。无论如何，身为男人，就算是太太再怎么样的挑衅，还一直不停的踹我，我也都不应该还手。我很抱歉，对不起。你为什么要痛殴我？你为什么要打我？踹了5分钟，我是用推的。我说，请你起来洗衣服。随便。然后你就站起来，这样子抓狂的打我，你就这样打我。你看你我的手也被你打，然后我的脚什么也都被你打。我就这样子叫你快点去弄，这样去弄。但是你是这样子，然后整个上这样子打我。